能征收。非常扶贫，我们在行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姐。今天我们与政府一起联手打造精准扶贫，为贫困乡亲销售鸡和鸭，因为贫困乡亲养的鸡鸭都好久不销在家里面，要由我们对接了我们当地的镇政府。打大鱼蜜他都没吃，今天饿死了。这些土鸭是贫困户养在我们家的水库的，现在我跟老爸一起帮忙把这些鸭子赶上岸，然后把它抓去卖了。这些鸭子已经养很久了，都受疫情影响的卖不出去。今天我对接了政府的集体采购，把这些鸭子销售出去，不然一直喂着就是亏本了。做农业真的是不容易啊，养着鸭子天天要吃。我现在已经把鸭子都装到笼里，准备开车送到我们的政府。除了鸭子还有土鸡哦。当大家知道我们贫困户的鸡和鸭滞销的时候，大家都联名一起集体采购了一只鸡一只鸭，然后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卖难的问题，他们是非常的感谢大家。谁把拿的那个上面盖着贴的那玻璃纸呢？那边，那边，贴了吧？贴。贴这里，不能拿，下面的装袋的。这个，我不养。我们的电商爱心扶贫活动已经结束了。